员工比老板有钱时。琪琪啊，挺忙啊。下周三李总啊要到咱仓库来考察，你能负责接待一下？哦，对了，到时候好好请李总吃个饭。好，行，李总，放心。李总，你找我？你知道我找你什么事儿吗？不知道啊。上周我让你请李总吃饭，你说说你是怎么请的？我就这样请。琪琪啊，你年纪虽然小，但是出来打工也有大半年了吧？最起码的人情世故总要懂一点吧。你说你去请客户吃饭，你去这么贵的星级酒店，哎呀，就算了吧。你说你坐一辆迈巴赫去，你让人客户情何以堪？你看李总才开什么车，人家客户不要面子的。不是，那不是租的呀。我不管你是租的还是借的，总之以后不准给我租这种车出去跟客户吃饭了。是我自己的，菲菲总。你自己的，那你也不能开这么好的车出去啊。不是，那我是挑我家最便宜的车了。那这样吧，那我把我那个迈巴赫卖了，然后再买个奥迪行吗？对了，你开心就好吧，不然就忙去吧。有那么一双大眼，我想掀起一袭秋彩真相。